欢迎到来最新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要来看是台湾金星报后会嘉义分会举办的建国一百爱在飞扬庆功生第66届金星报后节活动，由嘉义干业嘉义看守所欧风乡村彩绘班来展出着自己的训练成果发表会，展出的作品多元又个精致，当聚集伫咧嘉义地检署场地内展览，成果相当的出色。伫咧11月份更生保护月的期间，欢迎民众前往欣赏。嘉义地检署甲金星保护嘉义分会运用反起诉处分金以及社会资源，甲嘉义监察、嘉义看守所共同举办受刑人、金星人教化、基训、艺文成果展出。伫11月金星保护月的第一天，就由地检署中庭陈列展出。嘉义地检署检察长朱兆明特别介绍，今年成果展均为精致多元，包括高枝头、石雕、陶瓷、甲木器彩绘、纸雕作品，精致生动。要，我想各位看看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呢，实际上它是制作出来的，实际上这个纸雕真的是惟妙惟肖。然后展览能够对我们的一些更生保护人，能够随时给予继续的支持跟鼓励，再接触一些教案呢，我想也给我们的一些支持。在这边呢，再次的感谢各位的参加今天的。今年训练成果展上主要希望提升受刑人、精神人生存以及生活技能。金保会感谢社会资源挹注，予因重新握有生活能力。同时，借由工艺作品的熏陶，开启心灵蓝天，找到生命价值。嘉义地检署期盼社会大众用关怀心情，前来共享盛举。透过工艺品的欣赏，体会因的努力用心，是上好的鼓励和关怀。最新新闻，蔡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